出世，命中带富贵。落土的时，不免算八字。阮的出世，命中靠自己，总是有人将阮惜，疼入心。笑你，不是命不如意，是父母给我的志气。千金换女儿，万般的心肝念伊，不望阮会当亲像男儿，遐尼有勇气，勇苦强的。不是命不如意，是父母给我的志气。啊！迄套人啊，迄财产你家己讲你要给我的呢？讲什么感情一人一半，感情较袂散，我也无甲你逼啊！你给我敢讲？你别讲话来，这爱情的骗子，骗我的诈欺犯，我的人，我的心，我的钱。拢会如花似玉的美貌给骗去啊！龙宝，你即马做一个公亲，自我开始知影，有感情开始，我流偌济目屎，我开偌济钱来挽救伊，即马阁失去我一半的财产，我即马已经痛到拢无感觉了，对无？蔡明爸，你嘛做一个公亲。我因为赵志春，我惊见笑，无想要让人知影。迄大人，伊是跟你讲，伊要把财产给我的呢。伊要把财产给我，我敢会敢讲卖吼？我当嘛讲好啊。哎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是安怎你逐工无往无共款的动物？你无往动物，你志春会较好哟？迄是因为你拢无甲我关心，你拢无发现我家己有害。我换手机吊饰，我搁穿个性感睡衣跟性感内裤，你拢无发现。我当然买一种动物，让你跟他住一晚。你这样对我就好了。你为着这小可代志，让我两粒目睭，逐天挂好咧。我咧真正跟你生活到尾啊！我唔来生地生，我跟你对调啦。哎呀，好啊啦哟！啊，我是这就是上好的结果啊！啊，至少 Apple 是健康的嘛。啊，或者恁结婚了后。夫妻财产拢是共同事业的啊，就是啊，大林。敢讲你真正希望 Apple 破病？我当然，当然无希望啊！我当然希望讲哦 ，Apple 能健健康康吃百里啊，跟我做伙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财产给我，我会欠起，我袂乱开啦。为滴以后吼，你的财产是我的，我的财产嘛是我的啊。迄财产伫咧上天，迄根本都无重要。重要是身份证后边的配偶乃是小小的名。安尼，我问恁两个啦，恁到底有爱对方无？爱。好啦，大林，啊，趁即马吼，大家拢伫咧遮，你就甲 Apple 谈一下嘛。啊，证明讲哦，你对 Apple 的爱。是真心的，嗯。我滴出，我滴出，可死人了，臭恐龙！是的，我等下出来，打到给你呼。大林哦，是一个精算师，做代志哦，足认真的嘛足有计划。啊，蛮好代志哦，伊拢爱计算后再出手。想袂到，即个竟然做出这样错误的决定，看起来伊嘛是真浪漫的。嗯，其实吼、
带恁囝做这决定的时阵，有做啊参详啦。啊，不过我有感受到，伊是真正想要对阿婆负责任的，所以我才会配合伊演出啊。主要是在阿婆，伊是刚刚毋着想要谈恋爱，啊，想袂到伊这命天子的伊个身躯边呢。大林算是完成伊个梦想，而且哦，家己上想要滴个家庭幸福嘛，拢予伊。我咧想，即摆阿婆应该是心满意足。上啊！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我看到吼，大林甲阿婆定落来啊，我真感动，嘛特别有感觉。上，刷落来，是不是完蛋啦？啊！你无代无志，讲于咱家来要创啥？阿兄。今仔吼，我陪大林去买手机的时阵，其实我嘛有事煞袂接。啊，大林讲了无唔对，人生哦，就是爱有一挂冲动，才有机会当改变。心柔，我无想要搁原地踏步啊！请你嫁予我，予咱两个人有一个安心的心理状况，啊，继续手牵手向前行。安尼毋是讨论过这件代志啊？我即马。是议员的，我身上有足侪责任的，所以我。信哦，这敢是你无想要嫁予我真正的理由？啊，结婚只需要你定头，你若是无闲，咱会当行去公证嘛。我只是想要听你讲一句，你愿意？愿意把你的人生交予我？谁哪遐尔困难啦？有遐尔侪理由会当提示哦。你的选民需要你，我嘛需要你啊。我只是认为讲，这件代志要好好计划一下嘛。好好计划。啊，拄则你搁讲哦，大林这种行为就浪漫的，到我家来，就变作是一种冲动对吧？同款的代志，你有两种标准。想怎大林甲阿婆结婚，就会当安尼无牵无挂。我甲你结婚就这么困难呐？还是讲，这拢是借口？甚至讲，你甲我订婚，嘛只想要应付我，才来配合我。你根本就无要接受我，你无想要嫁我对无？你是想要倒去啊？我只是无想要遐尼啰嗦，毕竟我经历过一届失败的婚姻，啊，我的工课嘛才拄起步尔，我无希望讲因为我的工课影响到家庭嘛。刚是因为高冠廷，你是安怎唔敢讲话？我唔是唔敢讲话，我是。就算我甲你保证讲，我绝对会支持你，绝对袂辜负你，袂参像高冠廷安尼伤害你。你嘛唔肯答应我对无？啊，结婚唔就是两个人互相依赖、互相信任，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为什么想到这么啊复杂啦？啊，是讲你明明就知影，你甲高冠廷无可能重新做伙了，煞切袂断你对伊的挂念啊！怎样？你叫我安怎唔去想啊？这一切拢是因为高冠廷挡在咱两人中间。我知影你这个人啊，用情，我嘛会当体谅讲，你的心内面真有可能阁有高冠廷一个人。我知影十几年的感情啊，毋是会当安尼化断就断的。你伫个急诊室内，
对高冠廷所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我知影高冠廷对伊来讲真特别，这拢袂要紧啦。只要你会当证明讲你是爱我的，啊，所有的代志吼，我拢会当卖计较。我相信我有办法会当让你偷偷走出一段婚姻对你的伤害。啊，不过你要给我机会啊！你若是无要嫁给我，我哪有机会当证明我家己啊，心动？怀龙，你莫安尼啦，我笑会听啦。行，我拜托你啦，我一个答案，莫阁连住我。我就是讲，你真了解婚姻对我来讲，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。对我来讲，不是呢。对我来讲啊，婚姻是爱我的证据，是包括你心房的首饰啊。我真正是不知影呢。啊，当初你遐尼少年，就当放弃一切嫁予高冠廷，想到到今嘛，你唔敢为着我勇敢一届啊？怎么哪会安尼比啦？迄时阵我已经有姐姐，我必须要对这个性命负责任吗？好，那呢，咱即马嘛来生一个啊！啊，志勇，快点，你慢点，志勇，快点，你慢点。安娜，你看起来遐尔惊吓，是安娜，你还用迄种眼神看我？是哦，啊，你到底是爱我，还是爱高冠廷？哎，我来找阮爸，伊敢有伫？你来啦。恁爸出去啊啦，伊甲朋友约食饭。哎，欢农，你有带烧酒来哦？吃拄好。哎呦，这上天呐，心情这郁卒嘞，你陪阿姨饮两杯，哦。阿姨袂饮啦。你身体无好，你袂当安尼啉酒啦。啊，就是因为身体无好，唔知还阁会当活偌久，唔只爱趁这个机会好好啊啉两杯啊。啊，若无卖讲是烧酒啦，就连明仔载日头，我嘛唔知看会着看袂着。哎呦，为着你烧酒都已经赶来啊！我知影你是因为心情歹，想要找恁爸啉两杯啊。啊，既然恁爸出去无伫，我陪你啉嘛同款啊。哎，我的心情哦，确实无啥好。安尼就对啊，两个人拢心情歹，就叫做同病相怜。啊，同病相怜的人，就应该好好啊干一杯，对不？干杯！啊，我打，我打，我打。哎，小安哦，其实我足清楚的啦。你心情歹，绝对不是因为工课关系，对哦。因为你自从回来月升饭店了，你的表现一向拢真好，这我拢看得到。今嘛唯一会当让你困了，就是心荣，就是你的感情书。哎呀，你真厉害。拢互你摇着，啊！我甲新荣啊，啊，最近感情确实有一点仔问题。本来我就是讲啊，稳定交往，我刷落来就会当结婚啊。
啊，不过我唔知新娘哦，是嘛是咧丢毒杀。我拢开始怀疑讲哦，啊，伊到底是不是爱我？其实，这要理解并无困难。为什么我甲你讲好？因为新娘，伊家还佫有牵挂，还佫有挂碍，伊心肝内还佫有放袂落的啦。嗯，佫看我敢有讲唔对的？嗯，阿姨这个岁啊，我甚物代志唔捌拄过啊，咱莫讲吧。讲我甲恁爸了，虽然恁爸当初出来人是我，啊，不过一直以来，伊心肝内放袂落是恁妈。三十年啊，我敢唔知影，我敢无清楚，我就了解，啊，不过了解是搁会当安怎？因为这是我家己的选择，我伤过爱恁爸爸，我是认为啦。伊老母，伊会甲你订婚，就表示伊毋是完全拢无爱。啊，毋过爱情真趣味，伊就甲你煮的咖啡同款。你若无趁少啉，就啉袂着伊的原味。啊，若等下伊冷去，是毋是就变成一杯糟味的咖啡？啊，所以讲啊。你就爱趁新郎伊的心还袂飞走真正，好好甲了，知无？唉，不过我嘛真烦恼，因为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做啊。啊，你就莫让高冠廷搁出现伫你甲新郎面头前就好啊，莫搁予伊介入你甲新郎的感情啊，敢毋是？阿姨，啊，这话哦，你袂当袂讲呢。即马大家真无简单，才完成你过去所做诶代志，也改变对你诶看法。你莫阁想啥物手段、啥物方法，来哄下别人啊啦。你敢袂伤敏感啊？我敢毋叫你来出手对付伊，也是讲爱死？我无啊，我只是叫你讲，安尼讲好啦。比如讲哦，你安排一个机会，哦，看是毋是伫个国外。予高冠廷，伊会当趁钱，安排伊出国啊，安尼伊就袂阁出现伫恁两个人面头前啊，啊，就袂去影响着新郎对恁感情的判断，伊就发到一心一意爱你一个人，安尼敢毋是保护恁两个感情的方式？你讲？这我真正做袂到啦，遮尔啊跋心机的方法，我连想拢毋敢想。阿姨，我已经上座了，我先来走。啊，多谢你今日哈，不要开讲。